歡迎收睇午市進擊。港股咧半日跌553點，險守住24000啲水平。嗱，仲有十零分鐘開市咧，下晝嘅策略點樣做咧？我哋請教一下專家。我哋今朝咧有譚志樂阿樂 ，Hello 阿樂，係柏林你好，係大家好。嗱，今日咧就 A 股冇市啦，小感覺指標去參考啦。下晝個市況你點樣判斷咧？咁今日個市況當然係差啦，亦都冇想象會話係盤中穿24000嘅。咁但係留意翻今日，如果你特別係睇恆指成分股上面啦，個沽壓都相對地比較全面。而一啲嘅叫做重磅或者係跌幅比較明顯啦，就係啲藥物啊，特別係疫苗嗰啲 Covid 嗰啲相關嘅藥物啊、疫苗嗰啲相關股份上面啦，嗰個跌勢係比較兇狠。咁但係咧，譬如藍籌當中跌幅比較大嘅，好似藥明生物呢啲啦，其實係一啲講緊放假前啦，跌得相對比較少嘅板塊。所以整體而言，大市基本上而家整個盤路上面幾乎可能市面上可能10隻股份有9隻都是弱勢嘅，咁就係反映緊係恆指仍然處於一個弱勢格局喺度。原因就係困擾住市場，而家市場對於內地個經濟前景個增長睇法啦，就開始逐步咁失去嘅信心。一開頭係講緊加啲監管風險啦，近期講緊一啲內地嘅房地產債務問題啦，最新去到限電限產呢啲相關因素上面，好多政策等等嘅不明朗因素仍然係困擾住成個股市，所以短線千祈唔好亂咁去估底啊！雖然呢一刻個股價個市指數啦。個點數上面跌到落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咁但係我覺得就維持翻過去喺假期前一兩個禮拜嘅睇法啦。既然而家失守咗24946呢啲位，咁意味住啲咩？恆指係處於一個技術性熊市入邊，咁如果你上唔翻去啦，慢慢形成一個真正嘅熊市啦。那個可能性其實是不斷地增加緊，所以短期來講，如果真的連24000都失手賣的話，可能都要進一步減持一點點會比較安全，因為其實現在市面上之前說10隻有9隻都是強勢的弱勢股份，剩下那一隻是什麼？我們看到板塊上面就剩下一些部分的資源股，一些部分的新能源相關股份上面，有些化肥股上面做得好一點，但這些就是很局部的零星例子，有些回 A 概念的股份可能又做得好一點，但整體上面的盤路都是弱的，所以我覺得就暫時來說，由於太多的不明朗因素在這裡，如果你後市指數真的失守24000的話，都要建議是進一步減持。我哋轉睇埋板塊上面嘅表現啦，見到咧今日恒大係咧個表現係比較反覆嘅，恒大同埋恒大物業開市前就宣布停牌啦，見到有得 trade 嘅恆氣咧就低開近6%之後咧，再落過2.77呢位置之後咧有得倒升，半日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啦，升到10%嘅半日，而至於個恆騰咧亦都升到3%啦。消息面上面咧見到合生創展開市前咧其實都宣布停牌，就話就會同一間收購港交所上市一間公司有關，咁事傳合生創展係咪收購恆大物業51%嘅股權咧？同埋有傳個作價咧成400億咁多。其實大家就雖然未話確實公布係啲咩消息啦，不過咧而家傳出呢個400億呢個資金金額咧，大家都 expect 可能真係係真啦，同埋大大可以減輕恆大債務嘅壓力。你睇呢個會唔會可以再推高啲恆氣同埋即係係內其他股份嘅表現咁樣咧？首先你要明白就係所有恆大係嗰啲相關股份啦。由佢出事源開始，個債價跌到落去20多蚊呢啲水平之後，即係講緊基本上市場肯定地佢有個違約風險出嚟啦。只不過係講緊技術性違約啊，定係無秩序違約，係驚緊呢兩嘢嘅啫。由確認咗呢件事件開始之後啦，我相信所有恒大系嘅所有股份上面啲資金啦，圍繞住都係投機炒作嘅。咁點解今日你話呢個兩個即係呢三隻股份停牌之後，啲資金去炒708喺恒大汽車或者炒恒騰上面啦？就純粹就係講博啲事件有機會好轉，會可以彈10%啦，甚至20-30%呢啲升幅係唔出奇嘅。咁但係我哋過去一兩個月嘅建議上面都係講緊唔好掂恒大系。如果你係趁呢輪反彈嘅時候，你有特別你係有利潤喺手嘅話啦，我更加建議食股添。咁相反地，如果你係講緊好高位揸住咗，而家輸少咗啦，我覺得亦都係視為一啲逃生門嘅機會。嚟緊未來喺個股票市場上面賺錢呢啲股份啦，你始終個基本面係唔得，你純粹就係短線有啲資金憧憬，有啲相關嘅憧憬喺度，可能會夾高咗。但係一旦消息出到嚟之後，講緊如果係仍然係落空啦，或者真係做到嘅，但係其實可能都冇預期中咁好，或者其實成個恒大系上面仲要面臨住違約風險喺度，有機會再跌翻落去，所以恒大係不嬲都講緊不宜沾手嘅。有貨嘅話，趁而家有得彈，咪更加應該要走咯。我就唔係太過建議喺個股票，即係喺個股票市場上面，股份總會有升有跌。呢啲係一啲最高風險嘅相關股份咧，我就唔係太過建議大家去參與嘅。向來
追就一定不要追的了，有貨呢都趁著反彈的位置呢很走貨的樣。我們轉回內房股，其實今早上呢傳出即停牌之後呢未傳出有什麼消息或者那些收購的金額，看到內房股普遍都是向下的，譬如好像融創和碧桂園早段都跌過 4% 了，之後呢傳出一些收購的金額之後呢內房股的板塊就好一點了，看到呢半日呢融創都可以倒升到看到是到升到 0.8% 做 16.74 元，看到中海外和旭輝都個別都可以靠穩到半日，不過呢碧桂園至於萬科潤地都要向下，世貿要跌 2% 添，看到隻富力地產呢之前上日上個交易日就獲大股東注資成立合資公司，上個禮拜四都一支洋燭抽了上去，不過今天都是要向下，其實看到基本因素來說呢內房的債務危機真的未說解決了，會不會剛才你說那個恒大的個投資的思維都是不是都可以擺落內房這個板塊上呢？其實我想如果你真的你如果有個信念或者有個想法恒大真的大到不能倒，或者覺得最終內地會出手救，你可以投機的，但是投機是投機落其他的內房股身上，揀一些比較負債水平比較低啦，可能純粹個供幹上面比較低最終沒事的相關內房股一樣都會彈。咁呢個就係講緊，萬一出事起上嚟，諗個直博率呢啲嘅內房股啦，俾你博中，你會有得升。但係出事起上嚟嘅時候，你唔會有個咁大殺傷。呢啲就叫高直博率啦。相反地，恒大係上面，你當然可能有機會升兩三成啦。但係面對住一旦出現問題嘅時候，即呢一兩個月都經歷過嘅，股價可以跌兩三成啦，甚至可能停牌呢啲風險都機會出嚟。咁所以你係講緊，如果你係內房股上面，其實你講緊假期前啦，講呢啲優質嘅，真係低供幹。講緊好似688啦、1109呢啲啦，低位彈咗成差唔多一成幾兩成有多。咁你講緊一啲高供幹嘅，亦都有少少利好消息傳出嚟，好似澳元啊、富力地產啊，或者講緊係融創呢啲啦，低位彈咗兩成幾添。咁但係我建議就係你如果參與揀啲內房股做短線投機嘅話啦，咁就係揀翻一啲真係講緊低負債水平啦，或者講緊係3-6燈嘅，即係內地 set 咗三條紅線，三條都係綠燈。咁呢類型嘅內房股啦，個直播率係會比較吸引。但係如果呢個水平由於佢哋低位已經彈咗唔少啦，你再去追入啦，其實你講得啱嘅，個基本面真係冇乜太大嘅改變，只係短線一啲嘅投機部署嚟嘅啫。所以呢啲位置追入個直播率好一般。咁我覺得就如果你係要揀，就揀啲真係低負債水平啦、供幹比較低嘅內房股。始終你而家內房股面對住嘅問題，純粹就係內地啲去供幹嘅政策力度太大嘅啫。咁但係如果你係講緊間房企上面個供幹水平比較低，其實你睇好多都債價啦，都仲係百幾蚊以上。仲係有premium，個債息唔係話真係跌好多，即係唔係抽升咗好多上嚟。嚟緊未來個融資渠道啦，仍然係好完善嘅。呢類內房股，萬一你話如果市況真係好轉翻冇事㗎，佢哋其實都仲有一定唔錯嘅潛在升幅喺度。咁所以冇必要係跌揀一啲跌得最多嘅內房股㗎。剛才講到話，譬如中海外或者潤地呢啲咧，嗰啲債務指標相對比較好嘅話咧，其實都直博嘅。不過咧 ，Arno 就覺得要回落翻少少先直博。咁你覺得回落到咩位置咧？如果揀嘅話，你又覺得邊只會揀得落手咧？如果你係等回落嘅話啦，首選就會建議揀潤地嘅。咁但係我諗都會建議30蚊留下先至出手啦。而家彈到去接近32、33蚊呢啲位置啦，我自己睇短線，你話做部署個直播率唔係太過吸引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呢啲位置想做部署，又揀一啲可能未升上嚟嘅時候做啲短線投機部署嘅話啦，我覺得揀翻好似雅居樂啊，或者講緊越秀地產呢啲，其實冇即係喺中期業績見到都冇踩中三條紅線嘅，佢哋嗰啲債價上面都仲係百幾蚊，冇咩債務風險危機嘅內房股啦，個直播率係會比較吸引嘅。好啊，唔該曬阿奴，頭先都點咗潤地啊、亞居樂呢幾隻俾我哋揀啊，我哋轉睇埋嗰啲醫藥相關股啊，今日咧真係跌得幾金啊，都係好多都係雙位數嘅跌幅。喺消息面上面咧，可以留意一下默克藥廠咧個新冠口服藥咧，就話可以將嗰個住院同埋嗰個死亡風險咧降低一半，未來幾個星期咧就將會向美國咧遞交一個緊急使用授權。咁默克上個禮拜五啦，喺美股嗰方面咧已經急升噶啦。至於咧喺美股嗰方面咧，有推一啲新冠疫苗嘅同業咧就急跌。呢個情況咧今日都 apply 喺港股身上，見到咧喺大中華地區代理一個復必泰疫苗嘅復星藥咧，半日都要跌19%咁多，去到半年嘅低位。康希諾咧亦都係半日咧要跌24%。藥明生物跌7%咧，亦都係半日最差嘅藍籌。不過咁啊 ，Arno， 其實咧啲默克依啲藥咧有進展咧，攞授權啊，或者真係推出咧都要時間嘅嘛，你睇今日啲藥股會唔會即係跌過龍過度反應咧？
我不敢肯定話係咪真係跌過窿嘅，但係市場上面有個恐慌，即係有個拋售嘅狀況，就好明顯地見到啦。始終理解嘅，因為講緊呢啲 Covid 藥啦，市場向來就唔係淨係炒聽日，淨係炒下個月個整體狀況，向來都係炒一個好長遠嘅發展憧憬喺度。點解講緊康熙諾啦？點解講緊係之前2196復星醫藥上面能夠升咁多上去啦？市場就係憧憬佢哋有個嚟緊未來不斷咁擴展個 market share， 佢哋嗰啲疫苗藥物上面啦，會每年都有得賣，好似感冒藥咁嘅。但係而家講緊點解一個新藥廠嘅麥沙東上面個新藥廠嘅藥物上面，但係為到成個板塊帶來一個咁大嘅殺傷力啦。市場擔心就係個遊戲規則改變啦，未必淨係講緊打疫苗嘅，甚至可能一個佛系嘅抗疫，講緊可能嚟緊未來就算有人中招，只係用藥物一個類似用感冒形式嘅面對，但係未必靠疫苗啦，可能甚至用藥物嚟面對上面。咁而講緊其他做藥物嘅高分藥嘅，好似開拓藥業啦，或者講緊騰盛醫藥上面2137啦。都一樣見到有個沽壓喺度，所以短線市場就係擔心會唔會講緊其實之前個股價個走勢上面就係有個太過樂觀嘅憧憬，而家開始有個變數啦，所以有個散水嘅情況喺度。我諗散緊水嘅時候咧，就唔好同個資金流作對，唔好亂咁估底。咁所以如果你係仲有貨㗎啦，其實啲風險警號啦，美股都跌咗成三四日嚟啦。咁啲風險警號一早出嚟，如果你食咗呢一棍嘅話，我會建議以翻今日啲低位嚟做止蝕位啦，再穿嘅話都要理性止蝕離場嘅。如果係咁，其實整體個需求長遠咧，即係未話真係好睇好嘅話咧，會唔會其實回落，就算落到去再低啲嘅位置，都未必係一個吸納嘅時機，係咪咁理解咧？唔建議短暫去吸納住，因為講緊呢啲疫苗藥物嘅相關股份上面啦，向來炒嗰個難度性係好高，好涉及好多長遠嘅憧憬喺度，所以你短線好難去摸底嘅。暫時嚟講，我覺得避得就避，有貨嘅做好風險管理咯。好啊，今日唔該曬阿奴嘅分析，有冇持有頭先講過嘅股票咧？都冇持有嘅。好，唔該曬，等陣再有致富360。各位嚟到開始速報，跟進下大市最新情況。咁啊，睇到港股假期有復市要大跌啦，醫藥股就係跌市嘅重災區。恆指今日先係低開96點，朝早嘅時候最多跌過667點，低位見過23900，即係再失守過24000。晏晝打後最新做緊24106點，跌幅1.9%，跌幅稍為收窄，跌緊470點。睇埋其餘指數最新嘅情況。科技指數最新跌幅1.5%，跌緊91點，暫時險守緊6000點大關，做6009點。睇埋國企指數最新表現，國指最新跌幅超過2%，跌得比科指嚴重，跌緊177點，做8549點。睇埋五大活躍股份最新嘅情況。五大活躍股份排頭位，留意只騰訊，最新由升轉跌1蚊，做460.4。阿里巴巴曾經再見過上市新低，最新跌1.6%。盈富基金跌4.4%，美團跌超過3%。藥明生物表現最差，藍籌跌超過7%。因為醫藥股就係跌市嘅重災區，消息面方面要留意。美國藥廠默克上個星期公布旗下口服型嘅新冠病毒藥，可以將住院同死亡率降低50%。疫苗相關股要大跌，康熙諾同復星齊齊見超過半年低位。晏晝打後最新復星跌近19%，康熙諾生物跌超過24%咁多。睇埋啲移動嘅個股表現，留意就係北風國際啦。咁啊睇到逆市有得升嘅，頭8個月日利跌7.5%。咁不過留意啦，就係私有化嘅消息踢高個股價，大股東每股1.5元提私有化，較停牌之前個日價有近20%，現金代價要俾69億幾。最新北風現價做緊1.1元，升到超過14%。跟住買都要向下的股份，電力股成板都要跌。路透引述俄羅斯電力公司應中方的要求，增加對東北三省的供電，增幅是原計劃供電的90%。今日啲傳統火電股、新能源電股都要向下，潤電要跌超過7%。先提到呢度。
好時間啦！呢一節嘉賓咧，我哋身邊有蘇佩峰 Daniel 喺度嘅 ，Daniel 你好。嚇、啊，我哋再跟進翻咧，咁樣港股嘅市況係點啦？嗱，朝早咧仲記得係穿過嚇恆指24000嘅關口嘅，咁啊今朝早咧低開近百點咧，開盤喺24478點之後咧，咁啊已經依下咧已經見咗係最高位啦。開市初段咧，好快跌幅擴大，失守咗10天線之後，一度咧曾經跌幅去到挨近咧700點，低位做過23908點嘅，咁啊穿咗24000嘅關口，其後咧又跌幅收窄翻。嗱，暫時嚟講咧，個跌幅咧就係繼續喺度收窄緊嘅，咁啊暫時咧就跌幅就去到475點啦，咁啊跌近咧就1.9%，最新就報喺24097點位置，齊頭關口24000咧就仍然守得到嘅。咁啊後市去向咧，請教翻 Daniel 先啦嚇，嚟緊嘅因素係咪？要關注住恒大事件啦，同埋依個嘅限電啦。今日就試過輕輕有甩過啲24000嘅關口，會唔會再向下沉咧？主要都係呢兩個因素啦，即係再早排市場擔心一啲監管風險，咁但係依家焦點啊轉移到房地產嘅風險啦，同埋最近限電嘅政策咧，會持續幾耐，同埋對製造業啊，以至啲資源行業咧個影響會幾大。咁啊，呢啲都係比較唔明朗，即係特別係限電政策都係比較新嘅一個發展啦。咁所以我諗對相關嘅行業咧，暫時都會對股價多啲壓力。咁啊，講緊就係例如煤炭啊、鋼鐵啊、紙業啊，或者好多係製造業嘅公司咧，咁暫時都係向下風險大啲嘅。咁但係相反就即係之前飽受一個監管風險拖累嘅，例如科網行業啊，咁啊似乎多翻啲喘息嘅機會咧，咁唔係話即係再好大嘅進一步嘅沽壓。咁令到個市咧，其實就即係指數嚟計咧，其實再向下風險就唔係話好大。咁只不過即係向上反彈，暫時又乏力啦。咁變咗恆指咧，暫時都係24000附近咧浮沉，有機會再試翻去九月底嗰啲低位嘅。咁但係就算即係再穿一穿底咧，咁我相信即係短期再跌空間唔係好多啦。嚇，即係話頭先所有啲影響性咧，就包括係限電嗰度影響資源多啲。不過因為我哋大市如果講係啲重磅股嘅話，多數喺啲新經濟身上嘅，即係科技嗰度會唔會啲監管陸續已經出曬台咧？咁我哋有個反彈空間，不過要望住條十天線啦嚇。咁啊，24300點左緊嘅位置，都逼近24400噶啦嚇。咁啊，現時就24397點。不過咁喎嚇，係咪真係水位得幾百點咧？要望住，因為你提到就係幫我哋揀一條線啦。14RSI 出現個底背馳，係咪動力指標都 keep 住轉強？係由七月底開始啊，見到恆指一浪低於一浪啦。咁但係 RSI 嚟計咧，就反而一浪高於一浪嘅。咁啊，所謂個底背馳咧，就已經係三底背馳噶啦。咁如果恆指再穿底，即係23700嗰啲位再穿咧，咁只要 RSI 唔再跌翻穿七月底九月底個低位，即係30左右咧，咁個底部池其實都仲係生效嘅。咁個走勢就都係一個見底嘅個信號逐步出翻嚟啦。咁只不過短期都係要等頭先提到嘅一啲唔明朗因素係即係大部分消化咗啦，甚至掃除啦，咁先會多翻啲向上嘅動力咯。嗯，有冇信心先？即係如果係講緊個 RSI 咧，可唔可以能夠話守得住30嘅水平？即係繼而就問翻咁究竟第四季係咪真係個形勢可以轉翻好啲？第四季我相信形勢會轉翻好啲嘅啦。即係如果睇圖表嘅話咧，咁即係多翻啲見底嘅信號啦。咁如果話睇翻啲市場恐慌嘅情緒咧，咁見到恆指波幅指數VHSI 今日都去到27左右，都開始靠近翻即係過去一年多次嘅一啲嘅恐慌嘅水平。即係通常28以上都係啲恐慌嘅出現啦。咁都見到即係市場都已經係偏向幾悲觀下咧，咁所以就即係反而一個相反理論嚟講，都開始係多翻啲見底嘅跡象咯。嗯，最新嚟講咧，咁啊恆指咧繼續係輕輕守住24000啦，咁啊跌幅去到501點嘅，咁啊跌緊2%，守喺24072點位置。嗱，我哋再簡單咧望埋個期指嘅表現係點啦。嗱，最新嚟講咧個期指咁啊跌幅咧十月份方面505點嘅跌幅，咁啊最新守喺咧24029點位置。輕輕低水去到40點左緊，咁啊十一月份跌幅去到568點啦，總成交咧就去到89000張。咁啊頭先我哋講到話限電嘅影響性，呢一節咧就當然要針對翻個板塊啲電力股啊，咁都幾多消息嘅，就唔知道你可唔可以理解邊一個咧係今日一個向下跌嘅原因之一啦？嗱，最新咧就內媒報道咧，首批哈薩克斯坦咧煤炭係運抵咗浙江，咁啊為依個缺電嘅煤嘅浙江咧就帶嚟咗一個及時雨啦。嗱，另外就彭博引述消息講到，內地早前咧係要求煤炭啊、發電啊、石油等
的國企咧，要不惜一切嘅代價，確保咧嚟緊冬季嘅電力供應唔會容忍出現大停電咁話嘅。另外咧，俄羅斯嗰度啲 supply 都好似多翻啲嘅。俄羅斯電力公司咧係應中方嘅要求，增加對東北三省嘅供電，增幅咧比起原本計劃供電咧係多咗成九成咁多。另外就據報啦，國慶假期之前咧，廣東省等地咧已經容許加電價。用電高峰期咧，電價嚟講咧就比起標準就高咗兩成半。即係簡單啲講咧，我哋前期喺度炒咗啲電力股咧，係因為覺得佢限電，能源短缺，咁所以呢一批又受到青睞啦。咁究竟個大環境上先問你，咁究竟個問題係可以解決先？舒緩到啲嘅，咁始終係供應方面啦。依家呢幾點嘅政策主要都係由供應着手咧。咁啊，即係例如由外地就輸入啲煤炭啊、電力啊，咁呢方面肯定就直接係幫助到嘅。咁對於電力股嚟講，就之前嘅炒上去咧，反而就比較多一啲係即係關於佢哋新能源業務嘅憧憬，因為好多傳統火電股其實都有一啲嘅新能源嘅業務啦。咁啊，嗰邊嘅股值重估係一個重要因素。咁反而即係限電嘅期間咧，即係市場反而都係會擔心煤價會繼續升啊，影響到佢哋個火電方面嗰個表現，即係發多一度電就蝕多啲錢咁樣。咁即係今日我諗就因為個政策都好強調話即係啲火電機組就能發盡發，應發盡發，咁就唔好話借啲意就減少啲發電嘅。咁所以可能喺火電業務嘅虧損咧，都會令市場係一個憂慮啦。咁啊，對於一啲傳統火電股嚟講咧，短期獲利回吐壓力大啲嘅。新能源嗰度咧，俾我睇好係在於，因為本身就話擔心嗰個煤炭價格高企啊嘛嚇，咁啊會唔會從新能源嗰度拎多啲供應擺喺電力身上咧？就本身係有個咁樣嘅憧憬喺度。成板嚟講咧，繼續電力股紅色箭再向下嘅，咁啊枕住個跌幅咧有四至到挨近成8%咧，講緊華潤電力啦，咁啊暫時咧都守喺20.7嘅位置。咁啊究竟呢個嘅電力短缺，如果我哋去審視咧，會對邊一啲嘅行業個壓力會係最大咧？我哋可以參考一下瑞信咧，佢進行咗個調查，咁佢話原來咧，材料嘅企業啊，對於電力短缺咧係最為脆弱嘅。佢話咧，中央係正喺度採取啲行政措施去加大能源供應啦。不過我哋頭先數過一紮都係啦。嗱，對煤電嘅企業又提供一啲營運嘅補貼啦，睇好煤電私人發電企業多過煤企。咁就首選華能同埋華電國際啦。長期嚟講咧，就新能源企業咧就睇好綠源電力同埋金風科技咁話嘅。即係煤嗰度咧，佢就睇好下游少少啦，同埋又覺得新能源都 OK。咁調翻轉啦，有一批嘅股份咧，即係其實唔係火電嗰啲咧。今日都係借勢落去，係咪一個吸納好機會先？係啊，如果冇火電業務嗰啲嘅新能源股咧，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後低吸納啦。咁當然佢哋過去幾個月都升咗好多啦，好多嘅股價。咁所以短線可能再會有啲嘅調整嘅壓力。咁但係如果睇翻最近嘅啲消息咧，其實對新能源業務始終都係正面嘅。即係國策就好支持繼續發展新能源啦，甚至係加快發展啦。因為依家見到個煤炭即係個煤電方面嗰個供應係短缺嘅，咁反而就多咗啲誘因發展新能源。咁只不過啲股份就即係最近升得急咧，可能都係要消化翻個超買情況啊，回多少少咧，咁都可以係即係擲優而吸咯。有幾隻啦，包括係龍源電力啦嚇，咁或者咧就係講緊只成日上榜嘅嚇破位股當中其中一隻新天綠色咧，今日都曾經係回翻去到十天線嗰啲嘅水平，有冇覺得邊一隻可以諗得過？新天綠色我比較喜歡啦，即係如果龍源嘅話就係龍頭，咁但係佢亦都有啲火電業務啊，同埋股值其實都已經幾高或者唔平噶啦，新天綠色都仲係平嘅，依家如果回翻多啲咧。預測市盈率大概都係10倍松啲，咁即係佢哋個業務就包括風電啦，同埋一啲嘅管道燃氣業務咧。咁股價我相信就回翻落去個裂口區咧，大概6.7，咁同樣都係接近翻近幾個月嘅上升軌水平咧，會有支持嘅。不過知咧嚇，頭先你都幫我哋列出咗最後一句咧嚇，擔心個風險就係源於長期破位嘛嚇，擔心個短期升勢比較急嘅。頭先就講咗個部署，就話補翻個裂口先啦，咁啊6.7嘅位置先可以考慮買入。咁個目標價究竟係 set 住進取啲啊，定係話睇住前期個頂大概係8.2嗰啲水平？係可以睇翻最近個高位先啦，即係當時升得太過急啦，咁啊見到好明顯個超買情況。咁但係如果整固完之後咧，再係逐步向上嘅話咧，咁啊應該都有機會再挑戰翻啲高位嘅。咁畢竟喺高位個預測市盈率大概都係13-14倍咧，都未算係貴咯。
暫時嚟講咧，新天綠色咧就跌幅去到8%，咁啊依個有新能源概念嘅，咁啊而家就守喺咧7.17嘅水平啦。嗱，頭先講到話煤炭價格高企咧，都係造成一個能源短缺嘅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嗱，今日咧我哋見到啲煤炭股咧嚇，反而有得逆市上升。嗱，雖然就講真唔係升好多噶啦嚇，燕州煤咧就靠穩到啦，進進0.2%，神華同埋中煤能源咧升幅就枕住去到1%過外嘅。嗱，內地都即係好不遺餘力咁樣希望可以穩定到落實個煤炭嗰度有個增產有增供啦。幫唔幫助到穩定個煤價咧？對於呢一版嘅走向，你會點樣預測？對於煤股我就睇得審慎啲嘅啦，即係煤股嘅業績咁短期嚟講肯定係強噶啦，即係煤價好強啦。咁但係即係股市就向前看，咁最緊要睇下嚟緊個煤價走勢啊，會唔會係見頂回落？咁既然內地都係加大翻啲嘅由外國進口煤嘅啲嘅供應咧，咁對於舒緩個煤價上升，甚至係即係壓制翻個煤價咧，應該都開始係有啲嘅成效。咁所以煤股我睇就即係投資者開始擔心會有個見頂嘅風險咯。咁如果依家追嘅話，有幾高風險？即係煤炭個供應咧嚇，就陸續就有嚟啦，一定會上升嘅。不過咁我就唔知你點樣去衡量咧，究竟嗰個短係咪真係可以即刻就搣到個短期供應？因為最新咧，譬如大行嗰啲咧，麥格理佢都調升咗個別股份，即係啲煤炭股嘅目標價啦，包括咧中煤能源升到去6.6啦，燕州煤都升到去15蚊。咁當中中煤能源睇跑贏大市，燕州煤咧都睇住中性嘅。咁若果照佢咁睇法嗱，短打啦，有冇夠唔夠水位？水位都不是很多了，即我擔心都是開始會有一些板塊輪動的情況，即煤股都強的，但 是一旦限電情況有些舒緩，或者看到煤價的升勢是明顯放緩，煤股就 很容易會出現一獲利回吐壓力，而且未來這一兩個月都會有多一些內地的政策會議，包括11月份六中全會，可能在個政策上又再強調碳中和、碳達峰這樣，咁係好高污染嘅煤股咧，始終喺國策方面係比較舒適咯。即係擔心咧，如果係 keep 住商品價高企咧，到時開會出到嚟，會唔會有啲官員咧嚇又出下口述，或者係公布錄咗一啲嘅政策細節出台啦，會壓一壓個大宗商品價格。咁啊，當中咧就包括個煤炭嘅板塊身上啦。嗱，今日咧神華升得嚟咧，出咗支十字星啦嚇，咁就暫時咧就上翻去到20天線樓上嘅。咁啊，最新就報喺0.8%，18.38。嗱，簡單仲有幾十秒嚟講，想跟進翻咧。咁如果係咁咧，嚟緊個形勢體會向下翻噶嘛？預期嗰個回吐嘅幅度有幾大？暫時就未見到佢哋一啲即係跌穿支持位嘅走勢啦，即係呢三隻煤股。咁但係都要睇翻實咧，即係我諗上個禮拜或者係即係前個禮拜低位，一旦穿嘅話咧，就會即係形成翻一個即係一浪低於一浪嘅走勢噶啦。即係由九月中以嚟，今次要小心啦。暫時嚟講，中煤能源跑出進漲去到2%，我哋先休息一陣。節目時間啦，呢一節咧繼續有 Daniel 喺度同我哋傾下偈嘅。Hello Daniel， Hello， 你好你好，我哋再跟進翻咧，咁啊最新個市況係點？嗱，港股嚟講咧，咁啊最新跌幅去到478點，做緊24098點位置。分類指數當中，咁見到金融指數咧繼續係沽壓比較大，咁啊暫時跌幅去到600點過外啦。總成交呢秒去到713億幾。再看埋最活躍港股嘅最新情況啦，咁啊騰訊咧個跌幅有輕輕收窄到，咁啊暫時就跌緊4毫子，守喺461蚊嘅水平嘅。阿里巴巴咧跌幅去到唔夠咧2%啦，咁啊守喺139.7嘅位置。盈富基金跟住市走都係要向下，咁啊跌幅去到1.8%啦。美團咧跌緊3.4%，藥明生物咧都暫時係枕住跌幅有7%過外。6至10位有邊一啲？友邦保險咧跌幅去到2%啦，咁啊中國平安咧跌緊3.5%，恆生中國企業咁啊跟住呢個國指走嘅跌幅去到2%過外啦，小米集團跌緊3.7%，港交所亦都係偏軟，暫時就偏軟少少，跌幅去到0.5%啦。簡單望埋啲藍籌股啦，咁啊匯豐控股咧股價就向下，咁啊暫時跌緊1.5%，最尾嗰只嘅公用股煤氣咧，咁啊而家就跌幅就去到1.1%個外。咁係時候咧 ，Danny 話我哋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疑難先啦。有李小姐咧 send 咗個 app 問我哋只信義光能968嘅17.2買咗喎嚇，呢一隻應該點樣部署啊？
信義光能就我覺得要定翻啲指蝕位先啦，依家落翻一個比較重要嘅支持啦，咁啊大概係250天線嗰啲水平，咁大概15元嘅，咁如果係穿嘅話咧，咁都擔心個走勢即係進一步轉弱嘅。咁因為基本因素其實都比較多啲風險㗎啦，即係頭先限電咧，咁對於好多嘅工業嘅生產商其實都有影響啦，包括光伏玻璃啦。雖然話國策會支持新能源嘅發展啦，咁但係光伏玻璃其實上年第三四季開始都已經係個價升得好犀利，咁但係今年反而係幾波動嘅。咁同埋嚟緊供應方面應該都增加得幾多咧？咁所以即係我諗光伏玻璃嗰、那個即係個週期頂部可能已經見咗。咁如果信義光能即係股價失守啲重要支持咧，咁都要趁早止蝕啦。即係睇下短期內穿咗或者係穿過250天線，可唔可以守得住係咪？如果係就應該要走定貨啦。係啦，即係如果明顯係跌穿咗，都要走咗佢先啦。咁250天線所在咧，咁啊暫時都仲係守住喺15.3嗰啲附近嘅位置啦嚇。咁啊最新咧就信義光能守喺15.44嘅水平嘅，咁啊跌幅就去到3%過外。嗱，我哋再望下啦，咁啊其他啲新能源股咧嚇最新個走勢係點啦？咁啊除咗信義光能跌幅去到頭先講到話3% 之外咧，其他普遍咧都係漸漲向下嘅。咁啊信義能源咧就跌幅去到3%過外啦。頭先講過啲風電概念。相關的金鋒啊、龍源就跌幅去到3-6%，福來特波咧硬淨少少，咁啊而家就稍為係股價向上，咁啊進漲咧去到1.2%嘅。另外咧，我哋有張生咧想問只依個係網上嘅互聯網醫療股啦嚇，阿里健康241，咁就大概係13.75左緊咧就買咗，咁啊目標價睇到幾多啦？股價就都係偏弱啲咧，即係同阿里巴巴個走勢都係即係偏弱嘅。咁其實我諗依家嗰個防守力唔係咁高啊，阿里健康即係本身個盈利基礎薄弱啲啦，即係所以見佢市盈率咁高，因為個盈利就比較低啲。咁雖然長期個發展空間係大嘅，咁但係對於一啲嘅科網股嚟講咧，市場仲係留意緊啲監管因素，咁特別係科網加埋醫療咧，其實兩方面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多嘅潛在監管會收緊嘅一啲行業。咁所以阿里健康嘅話，我諗市場都仲係擔心緊一啲潛在監管風險。依家個股價都比較貼近啲低位啦，咁所以不妨觀望下有冇反彈機會先啦。咁但我相信就反彈到去12元度啊，又會有阻力嘅。咁如果真係去到12元見佢都係頂住咗嘅，咁可以即係減一減磅先。咁如果調翻轉啦，最近啲低位即係如果10元附近再穿嘅話咧，都應該止蝕先啦。正正係處於一個監管嘅風險位啦，又係有依個嘅壓力嘅概念嚇。不過就股價就之前就沉完底，去到9.78左近咧，就慢慢爬上嚟，咁啊都值得觀望住先嘅嚇。咁啊，壓力健康頭先啲人都講到啦嚇，咁啊望住上少少，係咪真係12元個頂住，定係可以都升穿翻咧咁樣？而家壓力健康最新就跌幅去到挨近4%啦，守喺10.76嘅水平嘅。咁啊，除咗壓力健康，其他啲嘅互聯網醫療股又係點樣咧？其他都跌幅去到1% 過外噶啦，咁啊平安好醫生咧跌緊跳一跳啊，咁啊跌幅擴大啦，暫時就跌緊去到2%過外，咁啊守喺49.5。京東健康咁啊跌緊9.5子，咁啊守喺74.15嘅水平嘅。另外有李太咧就想問只中資電信股啦，咁啊中移動941喎，佢話乜嘢價位可以睺下咧，同埋個目標價止蝕位又睇到邊？嗱近排喺250天線又好似跌唔落下喎。股息率是高的，令到它防守力是强的，那個股息率都超过7厘了。咁即係中移動嘅長期增長就欠奉㗎啦，咁只不過你買嚟即係覺得佢高息嘅，可以即係揸住，咁唔期望個股價有好大嘅升幅咧，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嘅。咁但係既然個市況都係弱嘅，咁同埋好多嘅股份依家即係都幾高息㗎啦，即係相對嚟講高息股嘅選擇多咗咧，咁亦都唔需要好急去買中移動啦，即係可能你等佢跌多少少嘅，咁去到46附近啦，咁先至出手搏下反彈。咁如果即係股價升到50元，又可以走咗去，即係炒下波幅咁啊。46元後啦嚇，咁啊上面睇住50元齊頭關口，咁啊暫時都係偏遠啲啦，0.6% 跌幅，咁啊守喺46.65嘅位置。其他嘅中資電信股，我哋再簡單望一望啦嚇，咁啊包括就係中電信嗰扎咧，咁啊而家728嚟講就冇變動，咁啊2.59嘅水平。聯通方面咧，亦都係偏遠，咁啊暫時咧就跌緊去到0.5%，咁啊守喺咧3.93嘅水平嘅。嗱頭先我哋講到咧依個嘅
監管的風波嘛，當然要 update 下大家啊，對於新經濟嚟講影響性會係點咧？嗱，內地咧可能係收緊遊戲嘅監管，瑞信就認為咧，對於遊戲股嚟講咧，就稍為係負面一啲。咁啊，據報內地近期咧指導啲遊戲開發商啊，話要引導正確嘅價值觀啦，例如係要尊重歷史啦，同時係要限制過度消費等。咁啊，瑞信亦都引述咗咧專家係認為新遊戲審批咧可能係減少，咁基於咧中國文化嘅遊戲咧，可能係比較容易去獲准推出。未來日本啊，或者係外國角色扮演嘅遊戲咧嚇，即係啲日本外國 RPG 嗰啲啦嚇，扮演嘅潛力可能受損，但係現有嘅遊戲受影響應該有限。高收入嘅遊戲咧，較用戶多嘅遊戲受嘅影響會比較大啦。整體上對於行業嘅影響咧，就稍為負面啦。我哋頭先咧都見到啲遊戲相關嚇，騰訊嗰啲就跌幅好似收窄咗啦，偏遠 0.2% 嘅跌幅。咁啊，其餘咧就跌幅去到2-3% 嘅，都係講緊話嗰個版號嘅問題啦。咁啊，究竟會唔會即係話耐啲先批一隻咧？同埋若果係個內容上咧咁多限制嘅話，會唔會影響到啲遊戲嘅受歡迎程度？我諗個內容嘅一啲，例如話歷史要尊重啊，咁嗰啲即係要修改嘅話，我諗唔會話好大影響啦。對於即係個用戶嘅受歡迎嗰個程度。咁但係如果話即係審批嗰個速度慢咗，或者即係對某類型嘅遊戲明顯係審批係緊咗慢咗咧，咁係會有影響嘅。咁但係呢個就都係觀望緊啦。咁不過如果早前已經公布咗啲話，例如防止青少年沉迷遊戲咧，咁我覺得已經係完全消化咗，因為本身影響啲遊戲公司嘅收入真係好微，咁1-2% 可能。咁當然如果潛在再有啲新嘅監管政策收緊咧，對個行業係會不利。咁不過呢個就都係觀望階段啦。咁可能令到成個遊戲股嘅板塊咧，暫時就冇乜向上嘅動力，咁仲係一個即係低位徘徊嘅格局。金山軟件同埋中手游咧都 keep 住有2-3% 嘅跌幅嘅嚇，唔該曬 Daniel 同我哋分析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各位睇下財經消息，有分析認為內房嘅債務問題唔會引發內地嘅金融系統風險。虽然这个房地产板块有暴露，但是风险相对可控。我们认为在最差的情况下，房地产板块的一个不良率在明年可能上升到20%。那考虑整体这个就是银行6%-8%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占比的话呢，最终对于不良的一个发生率的话，可能会带来1.5%左右的一个上升。但是呢，这部分的话应该可以被银行的本身每年的一个不良处置和拨备所涵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会优化本港在大湾区内成为绿色及可持续金融枢纽的地位，并计划在今个财政年度在香港发行绿色零售债券。正是筹备在今个财政年度发行绿色零售债券，全力推动全民的参与和支持。深圳市人民政府会在这个月在香港發行50亿元的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其中3年和5年的債券就是綠色債券嚟嘅。呢個咧係第一次有內地的市政府在香港發債，有助我哋債券市場以及綠色可持續金融的發展。政府發表香港營商環境報告，批評美國實施無理制裁。副政府經濟顧問梁永盛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目前首要考量的不是與美國關係僵化，但是難以估計美國何時恢復香港的特殊待遇。我想暫時我們就估計不到的了這件事，因為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一些政治問題。我想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說我們跟他的關係是否僵化，我想最重要就是我們講出一個事實，中央的支持、香港政府的處理、美國這些行為對我們整個營商環境是沒有影響到的。跟住係大市最新情況，港股低開96点之後，早段曾經大跌超過600点，再度失守24000大關。晏晝打後跌幅略為收窄，恆生指數最新報24086点，跌幅489点，其餘指數都向下。
即月期指跌488點，下月跌480點，總成交去到94,000多張。財經消息睇到呢度，多謝收睇。喺呢度加現場跟進下大市最新情況，港股假期復市之後要大跌，醫藥股係跌市重災區，恆指先係低開96點，跌幅好快擴大到667點，一度低見23,908點，再度失守24,000大關。晏晝打後跌幅稍為收窄，最新恆指跌緊499點，做24,076點，個個指數向下，總成交744億幾。睇埋科指最新嘅情況。科技指數最新繼續表現向下，要跌1.5%，繼續險守6,000點大關，現價最新做緊6,006點。睇埋十大活躍股份最新嘅情況，騰訊偏軟跌過6，阿里巴巴見過上市新低，最新跌2%，現價報139.3，盈富基金跌1.9%，美團跌超過3%，藥明生物跌超過8%。睇埋六至十位最新嘅情況，友邦跌2%，恒生中國企業跌2.2%，中國平安跌3%，小米跌超過3%，港交所跌4.2%。睇埋藍籌股最新嘅情況，匯豐控股跌1.7%，有份拖低大市表現。友邦回吐2%，中移動、港交所偏軟格局，中銀煤氣跌1%，現價做緊11.68。跟進下恒大係最新嘅情況，咁啊留意中國恒大同恒大物業繼續停牌。財聯社引述消息話，內房合生創展計劃收購恒大物業51%嘅股份，從而控制公司，交易金額可能超過400億。合生創展開市前亦都停牌，等待發布通知，打算收購一間聯交所上市公司嘅股份，可能要按法例提出全購。另外，彭博亦都引述消息指，恒大旗下一間合營有一隻2.6億美金債券星期日到期，由於星期日係假期，實質還款日順延到星期一。留意恒大係當中，恒大汽車今日有異動，升到16%，恒騰網絡同樣做好，升到超過6%，現價做緊2.46。跟進下啲物業管理股最新嘅情況，物管股普遍都可以靠穩向好。中海物業升到2%，雅生活升到超過3%。早前有收購碧桂園服務，表現靠穩，最新升1毫。六成服務升到5仙。另外，保利物業、華人萬象生活由升轉跌，不過跌幅唔算顯著。華人萬象最新跌3毫。留意融創服務升到2.8%，世茂升到3.9%。跟進埋一啲旅遊及休閒相關嘅股份，內地繼續11黃金週假期，咁啊當中留意 IMAX 中國，貓眼數據顯示國慶檔期嘅總票房已經突破22億人民幣，IMAX 中國最新升到挨近3%，攜程升超過3%，海昌海洋公園升到15%，國航升6%，南方航空升到50%。跟住埋啲移動股份最新嘅情況，科濟藥業逆市創新高，新藥喺加拿大開展第二期臨床試驗，最新升幅稍微收窄到1%。留意就係移動嘅中能控股，有三口嘅新氣井，出年將會投產，最新升到超過62%，係升幅最大頭幾隻個股。北風國際有移動，大股東1.15提私有化，較停牌之前日價有近20%。北風國際最新企穩1蚊樓上，現價做緊1.11，升到1.5%。留意就係聯想，今朝先係裂口高開，上交所受理發 CDR 嘅申請，最新聯想升到超過9%。另外睇埋啲疫苗相關股份最新嘅情況，美國藥廠默克上個星期公布旗下口服型嘅新冠病毒藥可以將住院同死亡率降低50%，不過疫苗股要大跌，康希諾同復星齊齊見超過半年低位，最新康希諾要跌超過23%，復星醫藥跌超過19%，繼續喺半年低位徘徊，科圖藥業大跌25%，騰盛博藥跌27%，中生製藥回吐6%，現價做6.06。
跟進埋啲電力相關股最新嘅情況。消息面留意，路透引述俄羅斯電力公司應中方要求增加對東北三省嘅供電，增幅係原計劃供電嘅九成。咁睇到電力股普遍都要回吐。華電國際跌半成，華陽電力跌超過8%，華能國電跌6%，大唐發電都要跌4%，中國電力繼續跌，最新跌7%，現價做3.83。先睇到呢度。嚟到星期一的致富錦囊環節，逢星期一我們講一下當時比較 hit 的 topic， 近排一定是大家關心嗰個內地限電限產的情況。呢度因為一來就會影響到內地的工業嘅生產，亦都影響到經濟增長。第二，對於大家投資電力股新能源股都是有啟示嘅，所以我哋揾嚟就經濟學家廖群先生同我哋判斷一下情況。廖生你好。你好，你好，廖生，多謝曬你先。不如我簡單介紹一下咧，嗰個限電嘅情況點樣啊？因為根據彭博嘅統計咧，個情況都比較嚴峻嘅。因為內地咧近排咧有過半嘅省份咧都有咧或多或少咧個限電嘅情況。限制用電啦，限電即係意思係嘛？咁啊包括乜嘢咧？我哋近嘅有廣東、廣西啦，青海啦，山東啊，浙江、河南、河北同埋東三省咧，見到呢度全部 highlight 咗嗰啲咧，都係有限電嘅措施嘅。廖生啊，陣間咧嗰啲具體係點樣限電法咧，我哋會再講嘅嗬。不如講下原因啦。你嘅理解點解會出現咁大規模嘅限電嘅情況咧？嗯，這個這麼大規模的這個限電啊，就原因應該有多重的原因啦啊，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當然就是，上半年這個由於經濟增長非常快啊，那麼就是高耗電的那些產業的這個增長，尤其的快啊，包括鋼鐵啊、水泥啊。这个化工啊等等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些高耗电呢，就造成了就是说耗电量过大，而且呢，它就实际上来讲，使得这个政府的双控的这个目标啊，今年的双控目标呢出现了困难。所谓双控嘛，就是控制这个用电的总量，同时也控制用电这个强度啊。那么这个高耗电，就是说它这个增长太快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嘛。就是说这个除了火电之外的一些新能源，就是水电、风电和太阳能，这个由于气候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今年也是增长不够快啊，增长放缓啊。那这样的话呢，你需求又更高了，反正你供给你这方面又起码就新能源这一块又更小了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就是说，除了高耗能的这些行业，它增长特别快，用电增长特别快以外，实际上其他的工业的一般的工业用电和这个生活用电呢，那今年呢实际上也都增长比较快啊。那这个原因嘛，就是说一般工业用电就跟这个出口有关系，因为今年出口特别强，大家都知道20%-30%啊。那你这个这都是出口，都是工业产品，那这些工业的用电呢，也拉高了一般的工业用电啊。另外生活方面的话呢，由于气候的原因啊，那么就是说这个生活用电也增加快，所以今年是全面的，就是说这个是供需两方面的造成的紧张，主要是这样三个原因啊。嗯，好啊，廖生咧，幫我哋熒光幕咧一路都配合好清楚啦。高耗能咧，廖生都進一步解釋啊，即係耗能源耗得勁嗰啲行業啦。佢頭先有提到啦，鋼鐵啦、水泥啦、化工呢行業咧，用電用得多嚇，哇個需求隨住經濟復甦咧增長得好快。咁頭先咧，廖生亦都補充埋咧其他嘅工業用電啊、生活啦，生活就係氣候嘅氣温啦，近排比較高啊嚇，咁亦都係帶動咗用電量。咁啊調翻轉，此消彼長，需求多咗，但係咧有。部分咧個供應啊，電力嘅供應，譬如好似頭先我提到嘅新能源嘅發電咧，反為少咗啊嘛，咁啊所以咧就已經唔夠用，亦都達唔到咧國家嗰個環保嘅要求係咪啊？咁所以咧就要限電嘅情況。廖生，其實我睇翻啲證券行嘅研究報告咧，即係剛才你提到嗰點咧，都可以進一步講講，亦都有啲資料配合到嘅。廖生，咁啊包括乜嘢咧？佢話個經濟復甦嗰度咧，其實唔單止中國經濟復甦噶嘛，外圍都復甦緊嘅情況。咁即係乜嘢咧？原來而家個出口啊，1到8月咧，內地嘅出口咧增長咗成33%咁多啊！
喂，咁你出口多咗，貨物多啲出口啊嘛，咁自不然要多啲生產啦，拉動個工業生產，亦都係用多咗電。咁啊，氣温偏高咧，剛才提咗啦，係咪啊？咁啊，結果出現係乜嘢咧？用電量咧係增長13.8%，但係發電量增長咧只係得11.3%。呢兩者嘅差距咧，廖生啊，係2003年以嚟最大差距喎。即係大家好想問你啊，嗱，咁呢個就係我哋之前嘅情況啊。咁嚟緊會唔會都係咁樣咧？令到限電情況係持續咧？這個現象肯定會持續一段時間的，就是說，我想四季度啊，今年到年底之前應該都會持續啊。因為這首先一個原因就是說，政府這次限電一個很重要的動機是雙控，雙控的指標啊，雙控的目標啊。那麼由於前1到8个月就是說這個增長太快，雙控目標已經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啊。那麼今年的話呢，它還是力爭就是說能夠在雙控目標之內。那這樣的話呢，就是說你今年一年嘛，你四季度也是屬於最後一個季度。那麼這一季度它是應該來講是總體來講是不會還會持續，還會持續啊。所以這個限電的情况应该四季度会持续到年底啊。当然，从这个现在他已经发现问题了啊，因为限电造成很多问题，他又开始，政府又开始从各个方面来缓解这个啊。所以说，在限电总的这个大趋势下呢，他会采取很多增加供电的这个增加这个供需两方面，改善供需两方面需求的一些措施啊。所以你要讲，就是说限电可能最厉害的应该就我觉得是9月份了，但四季度会持续，但是从这个强度上来讲，可能会有所缓解。OK， 九月份你覺得係情況比較嚴重，第四季會持續，但係就冇咁犀利。不過講真一句咧，有個疑問嘅廖生，即係咧大家會覺得奇怪。咁係啊，你頭先有提到能控雙，即係能耗雙控啊嘛，即係話國家要做到啲喺消耗能源嘅總量同埋強度咧兩方面都要控制，做到環保嘅目標啦。即係但係大家覺得奇怪噶嘛？即係你譬如好似係啊，要達到環保目標，但係居然你好多有啲內地城市根據啲片段咧，係街燈又可以冇，啲 lift 又熄咗咁樣，話啲工廠要停曬咁樣嚇，咁唔會影響個經濟嘅咩？點解會中央容許呢件事發生嘅咧？這個肯定會影響經濟了啊，但是問題是氣候變化，這個全世界都是一樣，大家實際上都是要做出一些經濟方面的犧牲來達到這個气候变化的目标。那么双控的目标也是一样，他提出双控目标，他也知道就是说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业生产，影响经济啊，但是这个可能是为了达到这个气候变化这个目标的一个代价吧啊，只不过就是说这个代价还要尽量减少一些啊，减少一些。所以限电产生目前的情况，从这个大的趋势是预计到的，但是呢可能这个严重程度呢可能超过预期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四季度是在继续限电的大目标下呢，在进行一些措施的改善吧，使得影响能够降得更小一些。好啊，阵间啊廖生会帮我哋判断下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对个经济同埋工业生产影响有几大系嘛？大家最关心一样嘢。嗱，不过头先咧沿住翻咧刚才脉络先，我哋讲紧个原因啊嘛，系嘛啊？点解会出现咁情况？就话喂，用电需求多咗先啦，系咪好多方面随住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咧就系话有一样嘢就话嗰个新能源啊。喂，個供電都差咗喎，廖生啊，呢度我哋可唔可以講講啊？因為根據統計咧，見到嗰個水電啊，水力發電咧，原來咧就係跌咗1%，不但止冇隨住需求增加而多咗，仲跌咗，點解會咁情況嘅？這個水電包括還其他的新能源和風電和太陽能。实际上都是跟气候有关系了啊。那么水电，你刚刚讲这个水利的这个水利发电量下降1%，那么应该跟今年的这个气候啊，还有各个地地的一些水电主要产地的这个干旱程度是有关系了啊。风能和电能嘛，也是那更是直接取决于这个气候的情况。所以今年确实也是很不幸啊，就是说这个需求这么高，但是呢。供给的一个方面，新能源这方面的供给呢，由于气候原因，这几个都受到了就是说负面的影响啊。同埋咧，有啲人講到咧，嗱，頭先你講到水電點解會少咗咧，因為有乾旱情況啊嘛，係嘛，係唔夠水，咁你只不如發電都冇咁多咁樣。而家靠曬咧火電喎，靠翻做煤發電，但煤嗰度咧，而家又話煤價高企，係咪啊？咁有啲講法咧，嗱，有啲咁嘅理解咧，就話喂，你都從澳洲嗰度咧入少咗多煤咧，都影響咗自己嗰個火力發電嘅情況喎。咁喺火電追唔追得上，可以填補翻嗰個需求嘅空缺咧？
这个空缺嘛，既然要限电嘛，肯定是允许一定的空缺了啊。那么就供需的空缺的话呢，只不过就是说这个要减少到尽量减少到小一些，是对经济的对工业生产和经济的影响小一些啊。但是这个缺口嘛，肯定是这个存在的啊。刚刚讲了煤的这个煤的价格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欧洲实际上也在缺电了啊，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啊。现在就是说，但是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啊，双控这是一个比较硬的指标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对经济不是在经济的影响有一定影响但是可控的情况下呢，肯定这个政策还会持续的。好啊，廖生先再提一次呢，所谓双控这个情况呢，咁要达到环保目标，大家都想知道是不是啊？我哋解释完呢初步的原因呢，点解会限电之后呢，個影響我哋要講啦。咁但係理解之前咧，我哋要對能耗雙控咧呢樣嘢咧有少少理解啦，廖生可。嗱頭先你講咗個初步嗰個理解嘅啦。咁啊包括兩樣嘢雙控，咁啊控制啲乜嘢啊？控制咧能源咧個強度啊，要降低係有個目標去降低嘅。咁呢度咧就比較複雜啲，佢係咧使用能源下邊係隨意嘅 GDP 嘅，有個指標咁樣嘅，有個比率嘅嚇。咁但係咧你見到啦，有好多省份地區咧。都是什麼紅色啊？紅色表示什麼呢？這個預警呢形勢是十分嚴峻，簡單來說就是不達標咯，是不是？雙控除了個能源強度之外呢，有個總量消耗的目標的，全部這些都是紅色，又是非常嚴峻這樣，所以呢就要控制電力了，不可以用那麼多了。我們看看個別的省份呢做了些什麼措施好不好？我們看到呢，我們廣東呢高耗能用電用得多的行業包括什麼水泥啦，近排的做法就是全行業喂開工不可以開那麼多了，開二就停五，雲南又是水泥的生產，好了，其中這裡呢九月的產量按月要減少八成以上，要停很多工，其他不用說了，江蘇啊即遼寧那些大家自己熒光幕見到了。廖先生，我不知道你這裡有沒有補充和重要，喂這麼多東西限制的產量生產都會受影響了，不如直接跟我們判斷一下，對於工業和經濟那裡你覺得的影響有多大，有沒有數字幫大家計算？這個只能大致估計一下了，大致估計一下，但是因為這個嘛，就是說是從八月份開始，實際上主要是體現在九月份，那四季度了，剛剛講了也還會繼續體現，但是呢可能會有所緩解，那這樣的話就等於是四個月，四個月的影響，就咱們只能大致講講對全年的這個影響，全年的我覺得这个对于全年工业生产的影响，我都大概估计0.8%吧，全年啊。那么0.8%，由于工业占整个 GDP 的大概40%左右啊，4832，也就是说对于整个全年 GDP 的增长呢，这个影响了大概0.3%啊，这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咦，聽落去如果咁就唔係好多啫喎影響，但係咧譬如因為睇頭先啱啱我哋啲措施咧。即係你好似好嚴重咁樣係嘛？哇！要有啲限成個產量要八成咁樣嚇，咁啊全行業有序用電咁樣嚇，咁啊有啲咧嗱，有啲日子咧成個禮拜都有多喎嚇，高耗能嘅行業全部停喎。即係點解個出嚟個計咗出嚟個影響係得嗰0.8%咁少嘅咧？即係我哋好奇嘅，點解計到出嚟嘅咧？這個是這樣的，就是說您剛才列的這個確實是這個措施是很强硬啊，但是它毕竟只是部分行业啊，高耗能行业当然这是钢铁水泥这化工都是很大的行业，但是整个 GDP 中国的这个工业行业就39个40个啊，还有服务业行业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对这几个行业确实影响非常大啊，但是呢你要说整个工业来讲，那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业影响就比较少的啊，对用电量就是说依赖少的行业更多啊。再另外一个还就是刚刚讲时间性的问题，我讲的是对全年对吧，那全年的话呢也就是四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幅度，那全年12个月啊，那么就是说所以全年我觉得是这样，你要是说对四季度或者对九月份，那肯定那个影响你就要按照比例乘一下的话，也就是有几个百分点了。
好啊，好啊，好啊。咁就全年對工業嘅影響，阿廖生嘅判斷係0.8%，係嘛？咁啊就對 GDP 嘅影響就係0.3%，就唔係好多。咁你覺得中央會唔會喺個貨幣政策或者係財政政策嗰度咧有啲鬆動去支援一下咧？一分鐘時間。應該有了啊。因為目前內地經濟就是年中以來就屬於這下行的狀態，那麼控電只是原因之一了，還有這個疫情的這個復發啊，全球的這個復甦的放慢。还有等等这个其他的这个原因呢、还有包括债务问题啊，这个一些互联网的这个整顿问题啊，所以年终以来都是应该来讲就是放缓吧。那所以四季度的话呢，根据这个情况，我想四季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应该有所放松啊。财政政策呢，应该在基础设施方面呢可能会加快。那么货币政策方面，我觉得可能减息嘛不至于，但是应该有一次降准啊。另外在逆回购方面会做得更多一些。好啊，廖生，你的重点呢刚才讲的荧光幕都见到了，我们多谢你分析，下次再请教。Thank you.